啊，临时改价，你可以先按这边有个变价，按一下，然后输入生鲜码，比如说生鲜码是一，然后你要改多少价格，比如说我现在改成2块钱，我要按200。好，按确定，这个时候已经价格已经变过来，你放在商品，它已经就可以自动打印出来。首先你可以把这个容器当成你要称的这种容器哈，放这边，然后你按去皮，去皮这边按一下去皮，然后就把这个归零掉了，然后你放上商品，按生鲜码，按打印。啊，临时改价，你可以先按这边有个变价，按一下，然后输入生鲜码，比如说生鲜码是一，然后你要改多少价格，比如说我现在改成2块钱，我要按200。好，按确定，这个时候已经价格已经变过来，你放在商品，它已经就可以自动打印出来，变价。